Hello，朋友各位，我是风破。我们今天玩的就是 Minecraft，没错。然后我们要玩的就是，恐怖游戏，那个什么恐怖地图啊，Unsighted Shadow，鬼域鬼影。好，那我们就要试一个，弄两个相同的地图上来，真的是很容易搞混。好了，然后我们就继续啊。等一下，突然想起来一件很重要的事，我 Firefox 没关啊。好了，然后上一次的时候好像是，对吼，我好像看完了那些记录啊、文本啊、什么东西的啊。现在的话是准备要开，准备开这个吧。发电机。想不到发电机应该啊，那发电机只是拿来用。What the heck？那个怪物好像没有把我杀掉，我必须避开这些东西，唰唰死人！这才刚开始没多久，不要这样子好不好？这一期才刚开始，可以不要这样子吗？还在那边，啊！不要站。还在那里。那我试着从这里。看，应该是不太会这样子影响到我吧。啊，继续蹲着走。啊，没有错，他应该是在这。真的是哦，可以不要这样子吗？还有都不知道现在要不要开手电筒，而且我有点忘记啊，这里。走这里，走这里。那是就没什么问题了。到这这。好了，我再按我的手电筒，这样子应该就可以过去了。哇，这里是什么？密室？拿书看一下。莱斯已经变得越来越疲劳了，他也开始有头痛的倾向。感谢医生的帮忙，他现在这样子的症状已经减缓了。好。
越来越多日记。你这样我不知道该不该开手电筒哎。我现在就只求他不要给我那什么岔路之类的东西，要不然这一定错赛。哦天哪，这个地方真的是，哇，压迫感很重啊。你就必须要照着他的那个调调来走，而且后面都有怪物声，你就不敢去开手电筒，可是我不能够一直维持着这样的方式，所以我要一直不停的。感觉目前没东西，啊，不会突然走过来吧？有两条路哎，麻烦。吓死我！他刚跑我面前呢。哦，哈哈，果然有怪。这路有点麻烦呐。哎，我迷路了啦。为什么死掉了？啊，我是不是走回去原处了？你他喵！哎，这一段很麻烦，而且我走左边那一条路其实没有用。嗯，他喵的！不能弄手电筒啊！我什么都不能弄。哼，大概是我估计是我连碰到他都会。都会有所反应，这样子就是一样会造成是我死哦，我碰他不行吧。啊，附近那一两格就会了，快离开！这段真是他喵的一个麻烦。至少确定的是要往右边走。我去哪嘞？啊！他喵的，这个哎，这不对啊！逆流啊，又跑回来了。他卡在那边哦，好，卡那边是要怎么玩呢？我绕圈圈哦，嘿。哦，我以为他可以，
整个被引过来了，好快哦！这到底要怎样呢？啊这。不妙哦！好了，然后花一点时间到这里，把它绕过去，然后走过来这个地方了。然后好像是看到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哦，吓我一跳！他刚是说发现了一个玩具。那再往前有路吗？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开手电筒？往这边走是正确的吗？希望啊，希望能够赶快尽快让我离开这个区域啊。有玩具在这里，所以小孩变成了阴影之类的，不可能吧？目前不确定是什么。哎，这有变亮了，变亮了，变亮的话应该就会比较好吧。走出来了。啊，走出来没问题吗？等一下，没有任何提示啊！真是这样走出来？欸？无法确定。这边到时候有另外一栋房子，欢迎。好，衣架。我没办法确定哦，我现在没办法确定说我这个样子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因为他提供的是其他，他好像有另外一条路，可是我没有走，可是我没办法确定，可是我也不想去看攻略。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只想看个时间而已。一靠近就消失了，是我太……这边有两本书，书太多啦。那个笔记，那个记录，那个。文本之类的，那个 lice 的健康程度已经没有办法去保证，就是没办法维持住了，应该啦。It would be advisable to deliver a insect care to the girl。需要更多措施来那个照顾他吗？太多书啦！你有没有想过那个身上都是书的人的感受啊？你好歹让我有地方可以放吧。
哎，这不，要用把它敲掉吗？我现在非常害怕，这我的女儿，医生们已经没有办法，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像那样的情况，赖斯已经没有办法再笑了，他看得见那个在黑那个暗影暗处之中的那些东西，医生们尝试着用药物来进行控制。这里没有其他东西，好多门哦。灯也没有开。老实说，我一直有发电机开完之后，我就应该要直接去。就是直接到更下层的地方去了，结果现在跑到这边来。冰箱，然后这个地方是熔炉上锁了，啊，好吧，好，能理解，能理解。赖斯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虚弱。他有非常 temperature 温度，他的温度非常高嘛，而且没有办法再做任何移动的动作了。只有他的呼吸是还有因为痛苦发出来的叫声，那种呻吟声，让我知道他还是存活着的，我的女儿，我真的非常爱他。吼！啊，就上楼看一下。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摔到的感觉？这边还有一本书，好，然后有钥匙，为什么会有钥匙？钥匙要干嘛的？哇塞，工作台难得。Doctor Darrell 的死亡报告，他是 Lice 的私人医生，死亡方式不明。What？满了，要圆满了。我的钥匙啊，钥匙要去哪里的？哦，我不知道呢。那么好的，然后我们现在先来找一下，我们估计啦，我猜测应该是这个钥匙应该是附近有地方吧，因为我这间屋子里面已经没有其他有可能性的屋那个地方是可以去的。沙尾，这阳台吗？好吧，不管那么多。总之，我们就是要去找那个，这附近应该会有，应该啦，应该会有一间密室，或者是有哪一栋屋子之类的。哎，这些吗？因为只有这个是用钥匙的。好，那就准备下去吧。
Gosh，这样地图的压迫感真的是蛮重。啊，这是闹哪样？诶？又有书？诶，怎么变成是用敲？怎么变成用敲的？这不是可以一次把它敲掉吗？算管它的。哇，莱斯还是挂掉了，死因不明，满的啦。我该怎么办？这还有一本，Doctor W 的那个医生已经挂了，然后还有。那个 Jenny 医生也决定要离开，这些医生们的背叛，我们不能够再，我们不能够相信他们。我在床边陪那个丽莎的床边陪伴着丽莎，日夜相伴。房子已经要被拆毁了，但已经被弄好了，就是啊，不懂哎、欸、啊！现在我是要干嘛？跑掉了，完全就是一种被坑到的感觉。他根本就上不来。然后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破门禁，因为那个地方已经被卡住了啊！我自己本身我也过不去，然后他也过不来。然后现在我走出来，可是我不清楚我现在要干嘛。我现在没有头绪哎，我们是不是还要在这里面再乱晃啊？他庙这个东西到底有开跟没开的感觉？不能用，还是我？房间里面的那个四处都去看一下，喵的！有时候它的匪夷所思程度真是超乎想象。想要这个，可是我还是很喜欢它的那个设计，它那样设计真的很棒。因为现在没有怪物的声音啦，所以我就也不会说很怕什么的，没有那个之类的那种声音。它应该有那个的话，要不然就是会有剧情的话，它才会出现吧？我猜测是这个样子，可是我没有。这个我不是有来过？哎，怎么回事？有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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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怎么是从那边来？哎，就这样逃离了吗？哎，结束了。哎，等一下，所以那个地方只是因为有一块木头塞在那边，我才没有办法过去吗？这只鸟，它那边要有一个字幕，是想说被挡住了，因为它上面也没有写出口处什么东西的。它最后面的有点硬啊，没办法理解说，接下来要去哪里？而且被那个东西卡住了，我觉得被那个鬼影卡住的时候真的是很讨厌。你这鬼影很讨厌吗？那离你越来越近，啊，最后面它。最后面突然就会消失，我在绕它的时候，它一直会卡，我好不容易才引开它。它周遭它是九，它那个区块的9宫格，你只要经过它，它就直接判定你死亡，直接判定你死亡啊！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那个、欸，还有最后面的那个戏怎么讲？片尾的部分就是那种工作人员名单，连这个都有哎、欸，还蛮怎么讲，蛮细致的。啊，这不怎样，打字，还有后续哦。哎、欸，会不会不？我知道。好，这边结束了。这边是 Green Lanterns， 你这个名字在写的那个相似，在写的混乱一点，我就会把它当成绿灯，你知道吗？感谢你的游玩，然后这边是他的，应该是他们的连那个工作室连接之类的。然后这边是什么？那时候这个是指令方块。按这个 ，the service 难讲啊！这是这个照相机，那照相机真的是太大了啦。然后这是什么东西？这块是什么？你这是什么东西？等一下，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啊，这该不是机车吧？这个，刚刚仔细想想，好像机车。好了，那今天这个这张地图，哎，等一下，为什么我变隐形的？算了。啊，不管那么多、啊，那今天就这个样子啊！感谢大家收看。然后这张地图是，这张地图远比想象中的还要细腻，就是对，它很多细节啊，什么都有顾虑到它的美术啊，跟它的一些设计设定，还有它的材质、音效，甚至是它或讲话的那个，它讲话的时候会有那个人声，还有它的它下面还会写英文字母，虽然是英文的，不过我看得懂就可以了，都很棒。他的故事我也觉得编写的很棒，是值得去玩的。怎么讲？已经也不能讲他是佳作，因为没办法足以形容他的好。他非常值得玩，他真的非常值得玩，他的压迫感也很重，真的很讨厌，超讨厌那个鬼影喵喵了一个。好了，那今天先这样子啊，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就下一张地图再见喽 ，See you。